边主持，对不对？可以让大家配合一下，缓解一下我的压力吗？那这一次现在来简单介绍一下在戏里面的角色是怎么样吧。来，这戏里面呢，我有一个刘阿满，是一个化学师，脾气很坏，很高谢谢。我饰演苏小小，是他的徒弟，脾气也很坏，很高招。我饰演高小的元帅。我的脾气也挺好的，而且非常温顺，你是